装完不后悔的走廊玄关。一，不做带凹槽的吊顶，卫生死角多，而是做个大平顶，大气不藏灰。二，墙面不贴墙纸，难看甲醛高，而是通刷乳胶漆，耐看更环保。三，地面不贴坡导线，老气造价高，也不贴老式过门石，而是大砖通铺制房门，空间更显大。四，背景不挂装饰画，普通没亮点，而是设计玄关柜，左边收纳吸尘器，右边放家用工具，搭配灯带更美观，放上摆件满满艺术感。五，门套不做两米高，压抑还嫌小，而是不锈钢门套做到顶，美观更大气。六，不做瓷砖踢脚线，难看一级灰，而是与门套同材质，统一更协调。七，不做传统护墙角，老气还呆板，而是装个羊角灯，简约更时尚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